方自民国101年开始，已连续发行6套台湾国家公园采风系列套币。107年，第7套东沙环礁国家公园套币也即将发行，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东沙环礁公园的美丽景色吧。东沙环礁是南海上一枚璀璨亮丽的指环，也是台湾第一座以保育、富裕及生态研究为目的的海洋国家公园。珊瑚沙岛上汇聚了来自4面8方的迁移性物种，环礁的特殊环境更孕育了丰富的自然生物，可说是南海中的生态绿洲。著名的龙王雕、尖齿柠檬沙和东沙景色都被收藏在套币中，同时还可以完整收集107年版的5种面额全新硬币。你可能没去过东沙环礁公园，现在你可以拥有它。中央银行邀请您